你看一看卡罗琳说什么？卡罗琳说：“咦，怎么了？”在这里，我们学一个词，“咦”，跟我读，“咦，咦”，这是“咦”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时候我们会说“咦”。你看一看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找东西。他的手机不见了。他说：“咦，我的手机呢？”好，我们看这里，我们可以说：“咦，他还没下班呢。”咦，他还没下班呢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卡罗琳说：“咦，怎么了？”在这里，“怎么了”是一个新单词，“怎么了”是怎么回事的意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昨天你没来上班。怎么了？我也可以说，昨天你没来上班，怎么回事？好，你看一看，怎么了？我们也可以说，怎么回事？李明家里怎么了？水管坏了。前面我们学了咨询课程，你看一看，咨询好了课程要试听一下。在汉语学校，你可以试听，这是试的意思。试，试，他要试听汉语课程。我们来看一看试，加动词。我们学了哪些动词？你说一说。我们可以说试听、试吃、试喝、试用、试穿、试玩。试听什么？今天去试听课程。这个菜可以试吃。它，你要试喝一下吗？这个手机，你可以先试用一下。这件衣服，你试穿一下。这个你可以试玩一下。这是试加动词，你会了吗？